你家宝贝要上学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说你认为孩子是几岁入学呢？是2岁、3岁、4岁，还是？第二，你认为在你心目中可以找到你最理想的幼儿园吗？第三，现在在市场上有这么多的教育理念，有华德福，有 Montessori， 有 Rigor Amelia， 左右脑，这么多，到底哪一个是适合你呢？以上种种的问题都是你现在入学会面对的问题，我可以一一的将它解答，而且给你找出解决方案。你想知道吗？请点击